咱哪里听？忘掉，干嘛哈？谢大娘。顶盖有高音盖。各位同心，我们现在开始上课哈。这节课由我们陈泰山陈讲师来演讲哈，请掌声欢迎，谢谢。谢谢哈。各位同心，大家早。早好。今天精神非常好。我来自于那个台东，我的阿妹子的名字叫嘎照，啊，架杠的台湾人哈。嘎照不是那个蟑螂，也不是跳蚤哈。嘎照的意思就是算是我们阿美族的菜旗阿名哈，家家户户都有了啊。嘎照的意思是这个人非常有远见啊，有眼光哈。总是会有一些意外了哈。我算是那个比较黑的阿美族了，因为人家都说我像卑南族啊，或者是排湾族啊。这就是我的故乡啊，美丽的三仙台。三仙台叫比西里岸，这个比西里岸哈，早在三仙台这个名称还没有出现的时候，比西里岸已经在那个地方被使用了哈。那三仙台是因为三仙台，如果你们有知道的话，它是八仙哈，八仙的那个故事。那我们原住民从来就没有再信过这种信仰哈，所以这三仙台名称应该不会超过100年啊，100年。所以可能为什么要叫三仙台？可能最简单的那种理由，可能就是山不在高，有仙则灵了哈。水不在深，有龙则名了。反正这个岛里面有龙有仙，这个岛就会变成很有名的观光区了。那不好意思，那我们在过去一点有一个八仙洞。那他说，故事是这样杜撰出来的了哈。他说，因为八仙要过海，所以他们要回到八仙洞住。那八仙洞是他们的家，结果里面八仙洞里面好像没有八仙的那个什么，那种仙在那边，都是观世音啊什么之类在那里哈。好，这就是现在的日出，现在去大概就是这种风景，很漂亮。我们阿美族哈是台湾的原住民里面有这么多族，只有两个民族是母系社会哈。那母系社会有什么样的特别之处？其实像平埔族有一些风俗习惯跟我们一样，我们都是以母舅为主了哈，也就是母舅是法律，也是所有财产的处分都是交给母舅来去做决定。那母系社会的意思，其实最在我们阿美族的社会是这样，女婿永远是在你的太太的家里面是最没有身份的哈。那阿美族女婿有两个名称啊，有分南边北边，南北边叫做嘎达富，南边就是像我们这边有那个从台东市的哈，叫做阿扎瓦，你们叫阿扎瓦嘛，对不对啊？不管是阿扎瓦或者是嘎达富，他的意思都不是很高尚哈。嘎达富的意思就叫做帮佣的意思啊，几乎没有身份啊，你只是一个我们用两个猪腿买回来的这个那个帮佣，然后那个人力了哈。那女婿最很重要的那个功能就是你每天都要讨好你的要叫公公婆婆吗？还是怎样？你的岳父岳母啊，岳父岳母。那到了每年的7月份的时候，会有丰收节。这些丰收节现在变政治化了，变成歌舞节。那其实它这个丰年祭有很重要的一些任务，所以里面有训练、教育跟传承的一个意味哈。那事实上这个部分已经在现在的丰年祭里面看不到，只有少部分比较传统的这些部落还在维持这样的一个延续这样的一个精神哈。好，热气球。
这个大家都去过，有去过的举手。三仙台有去过的有哈。哦，马格拉海，哎呦，马格拉海是真那个真饼呢，马格拉海，嗨，马格拉海，你是马格拉海的人吗？哦，也是阿美族吗？哦，真饼哈，哦，不错，好，都在我那边了哈。这个最台湾最漂亮的地方都在我们那个区域了哈，所以那个地方发展这个观光事业肯定会是很好。我讲一个例子就好，那个日辉饭店在池上，他去年光是一个暑假就赚了3亿，然后过之后就把他的员工玩，就是花了6000万，就是回馈他的员工。所以那边的民宿从过去不到100间，在我们讲台东县哈，现在是700间，已经几乎这个整条路、整个海岸线都是民宿了。好，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哈是日宿美藏，我想从礼拜五晚上一直到刚刚秘书长哈，日宿美藏应该都在大家的概念里面了哈。那有些部分他们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哈，但是或许有些同心有些我们的同学哈，对这个日宿美藏的有一些文字上的叙述可能会有一些疑虑了哈。我想那个有机会哈，在深入的时候我们再去做研究了，因为有些东西会牵扯到很多因素，所以说就有不同的一个解释。那么以旧金山合约来说的话，旧金山合约任何的翻译最后会回到英文的解释，也就是旧金山合约是什么解释权在美国的手上啊。比如说像我们讲的那个我昨天有提到哈，那个什么renounce 好 all title all right 跟那个 claim 哈，我想以中文的直接翻译的话，不能没有办法去解释它里面的那个，那只是我们简单的解释，这个叫做管辖权啊，也是叫管辖权，因为领土只有两个，第一个领土的权利跟使用的权利而已哈，就是所谓的使用权。那么管辖权里面为什么要分3点？主要原因是因为管辖权里面产生的三种权利。那至于要权利要无限上纲到什么程度，美国人的说了算了。我说可以，他就是可以；美国人说可以，就是可以；不说说不行就不行。就好像那个三个公报，中美的三个公报，跟台湾关系法，最后的解释权还是在美国手上，因为美国跟中国在建交的时候，美国人就告诉中国人说：“哎，因为中国人一直主张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说：“嗯，我好像是这样子，我了解台湾有中国人，他的一直从那个时候一直维持这样的一个基调哈。美国从来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中国对台湾的这个主张，但是到最关键的时候，美国就出一招，也是最狠的一招，就是所有的条约哈，全部由我们用英文来去做解释，也就是我们说是这样，答案就是这样，所以就比较不会有一些翻译上的一些争议了哈。我希望这样的解释大家能够可以接受了哈，可以接受了哈。那么为什么这个 renounce all title claim 跟这个那个 all right 哈，其实里面有一个这个宣誓的那个主张权哈，为什么？台湾的地位一直我们在追求这个台湾地位正常化的时候，哎，怎么日本都没有出声不作声？因为在那个时候他们已经放弃了，甚至连主张的权利他们都放弃了，所以他几乎是把这个权利就完全送到谁的手上？美国金政府的手上哈。好，接下来这个是台湾的历史阶段，很多老师都已经都重复了哈，一直重复。我想这个我讲。可能比较他们，我就走他的细缝了哈，就是他们没有提到的，我就稍微提一下。这个大概这个是整个时序了哈。
1895年10月17号、1895年5月29号啊，日经登陆史证啊，童话时期、皇民化时期跟宪法生效时期啊，中华民国接管旧金山合约哈，啊，这个大家都知道。好，那太平洋战争是美国人定义的哈，太平洋他们认为这个叫做太平洋战争，可是在日本他们认为这个叫大东亚的一个战争，所以大东亚战争就是要怎么样，要反对欧美列强对东南亚或东北亚的殖民哈。来，我们来看看当时的殖民哈，因为在那个时候各国都是帝国嘛，每个国家都是帝国，那时候是帝国主义的那个兴起的时期啊。然后呢，他们在发展海权，发展海权主要的目的准备就是要去另外一个国家找资源、找能源、找好的东西哈。所以呢，就在那个土地去做控制。那没想到他们到了那个土地之后，发现有人民在那个地方，那这个人民要解决、要处理，所以就开始用殖民的方式来殖民他们。好，这一段有没有？当时的白人有极高的文化优越感，所以因为我们这个地方都是落后的人民，所以他们说我是崇高使命及责任，而白人所负责任的不是占领，是托管。他说托管是一种白人的负担，在当时白人对东方人的概念是这样。好，那时候大英国学建立，大英国在那个年代应该算是全世界算是最强的国家之一了，而且它是在全盛时期，世界四分之一的土地及人民皆为英国的势力范围。那有哪些哈？好，从这里，欧洲国家殖民啊列表，葡萄牙、马六甲，就印尼、马来西亚那一带哈，荷兰、西班牙、法国、德国，有没有？英国最多，就这么多啊。好，意大利。奥匈帝国、比利时哈，那这个战争是这样引起的。然后这些国家，当然欧美国家挑战了欧美国家的利益，结果是怎样？一定会引发战争，谈没办法谈的时候就会打起来了。那为什么会这样？日本为什么会战败？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那时候整个能源都已经被欧美这些国家、英美这些国家整个断掉了，因为日本不是没有石油的国家，它不是能源的国家，所以它的船打到最后不是打不赢人家，是没有油可以打仗。你们知道那个零式战机不是最后不是有那个神风特工队，是他们是为什么搞到最后有飞机没有油，所以他们在上去的时候要起飞的时候就告诉飞行员说，你有只有去的油，没有回来的油，所以你认为你应该怎么办？是不是找个船来炸一炸也好，就是为国家贡献？这个就是造成这样的一个结果。这些神风特工队的那种其实概念很多也被泛中国化啊，中国人的系统把它扭曲了哈。好，大东亚共荣圈啊。那个时候，大日本帝国的总理大臣就跟满洲国、中华民国，还有一些中国，那时候分了三个到四个的这个政府哈，到了那个缅甸、越南，一直到整个东南亚，他们呢就在那个时候。1942年的时候，开了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的会宣言哈，所以在那个时候，1943年11月5日，日本首相东条英机来主持了那次的会议，代表的有些满洲国是张景惠，中国的政权是汪精卫，他那时候他是行政院长，泰国也有派代表，菲律宾自治邦、印度自由印度临时政府。缅甸国大东亚会议，那就这些国家有没有？这个红色的区块，整个是大东亚共荣圈的大范围。那油是从这边运上去，运到日本。如果说今天
这个南海这个部分，菲律宾在这边被欧美国家切断了，请问那个油上得去吗？所以很多日本的油轮都在这个地方就被炸沉了，上不去，整个资源都上不去。所以原本大日本帝国的意思是说啊，我们变成是一个类似一个和那种协那个合作的一个状态哈，就这么多啊。大日本帝国那时候有满洲国、中华民国啊，这些菲律宾、缅甸，还有东印度那个印度支那，就是指越南哈。好，跟台湾的条约就两个，就这两个，也不用想太多，就这两个哈。一个是签订，1895年6月17号生效的，一个1952年4月28号生效的。那这个大家都看过了哈。我要强调的重点在这里：大清帝国大皇帝跟大日本帝国大皇帝哈，是皇帝过给皇帝了哈，皇帝是过给皇帝。大日本帝国拥有台湾的主权，然后这个地方当时的高沙族的部落形态，用武力来征服高沙族，然后建立了台湾主权。所以台湾是谁统一的？谁统一的？大日本帝国了哈，大日本帝国。所以在过去的任何的殖民政权有没有统一过台湾？从来就没有哈，从来就没有。好，容易让给日本。然后这里有台湾全岛所有附属岛屿，你们知道马英九的博士论文是什么吗？钓鱼台嘛，对不对？马英九说他主张什么？钓鱼台是台湾的附属岛屿，对不对？他的论述是这样写，他是说台湾这个地理位置，所谓的地理就是我们的海板块，因为那个这个地方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最高层次是我们台湾的这个板块，在这个到这里；第二个层次是琉球，还有一个更深的层次在这边啊。所以以那国岛其实离台比钓鱼台离我们还更近，对不对？为什么以那国岛在这个地方，钓鱼台在这个地方差了100公里左右？为什么以那国岛台湾就不能主张是台湾的附属群岛，反而是琉球群岛？他们是用地理的那种板块来去认定。是这样子来的。好，当初是这个中国跟清国跟日本大日本帝国是为了这个而战争，结果到辽东半岛后来割回去，好，这个我们都有被提过了哈。那后来台湾是延伸出来的，啊，就是日本意在朝鲜哈，他要的是这个朝鲜这一块土地。好。日本完成了台湾的整体主权哈，这个叫清朝治理台湾的西部部分哈，这个，那这个我们应该看过了哈，这个区域是谁的？高沙族的哈。那时候我们不曾在那个日本来以前，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做被统治，所以看到人你跟我不一样，啊，这个是猎物，就轮到那 OK， 代价就是。身首异处了哈 ，OK， 好，这个是目前高沙族的分布，因为到现在还是一样的，各族跟各族都知道，因为我们可以为了领域那个传统领域会打来打去，像阿美族在花莲市就容易产生什么跟泰鲁格杀去，有一个民族叫做萨基扎亚哈，就是后来增加的民族哈，语言跟我们阿美族过去是不一样，后来现在95%语言是跟阿美族一样，它是隐藏在阿美族的社会里面。那么这个萨基拉雅就是被泰鲁格族哈，差一点就被灭族了，被灭到剩下100多个，结果萨基拉雅的头目就找阿美族的头目来拜托一下，我们快被灭族了，如果你不帮我们的话，我们从此就消失了。后来阿美族的头目就帮他们挡住了泰鲁格族的那种。因为泰鲁格族很彪悍很凶，那我们跟泰鲁格族有讲好以和为界，你超过河你们来我们也照样给你杀头，所以那当初那种部落的形态是这样哈，部落的形态。那丰年祭的训练就在这个地方，12岁我们有年龄阶层，12岁五个年龄
五年哦，一个年龄阶层，这时候就开始练习那个所谓的上山去怎么样野外求生，把你一个礼拜丢到山区，你要自己活着回来啊。那时候就要被训练啊，所以那个时候有那样的环境，受到那种那样的环境来受到那样的一个训练啊。所以啊，不好意思。好，武力征服高沙族这个部分应该也有老师提过了哈。赤地六三郎当时就问那个，就当时美国驻台领事哈，那时候日本人就问他说：“你们美国政府是怎么样跟印第安争斗的啊？啊，你们是怎么征服的啊？”他们的结论在这里了，就是国家对此叛逆状态之身番拥有讨伐权，好，其生杀予夺应只在我国家处分权的范围内，因为马关条约的缘故。这个征服者他对这个土地的财产，人也是在财产的范围内有处分的权利了。如果说如果再不跟我那个臣服的话，我们就只好用用那个最那个哈，怎么跑到这里啊？所以那时候身番的法律地位哈，最后是被称为怎么样，他们有他不具哈，对吧？日本帝国与身番之间不具国法上之关系，只有国际法上的关系，所以番地无主论，也就是部落不是政府，也不是国家，所以可以征服啊，开始征服了，他们就开始征服了，然后就发生了1908年的七角川事件哈。七角川事件那个时候，花莲市靠近花莲市寿丰一带。那时候的阿美族形成大族，每一个年龄阶层有500到600个人。如果有10个年龄阶层，请问这个部落算大不大？非常大的一个。结果日本因为有这么多人，所以抵抗泰鲁格族的侵略的时候，就有能力跟他们去做那个对抗。那时候因为阿美族可以控制，把泰鲁格族控制在那个地方那个界限，不让他们往海边的方向。过去要研发泰鲁格族要跟阿美族像嘛，要跟我们换什么翻刀，阿美族说翻刀换研发，是这样用以物易物的方式，所以也就这样子和平下去，除非有一些那些争斗，或者是有一些大家都已经在从世世代代就讲清楚了，这个河不要过，你过了你死掉了，我们也没办法救你哈。好，发生了七角川事件，因为日本人刚进来的时候发现哇，这个阿美族的势力太大了，危险，所以就开始叫他们迁，开始分散，这是这个日本人一直做这种事情，就把他们迁了好几个村庄哈。好，这个事情在发生在明治41年1908年的12月13日哈，总共有三场，总共日本用了这个想破头，就是要解决这个事情哈，所以讨伐了三次，第三次是在1909年，打了几场之后，最后在3月15日，台东厅长森尾茂助与大队长木下山哈一起在里尾，就是今天的寿丰，主持归顺仪式，然后也就是请这些六部马太安方面的各部落头目举行和解仪式，所以这个和解仪式很重要。归顺这边有一个概念是归顺，也就是说后来不要再打了会被灭族，好了，我们愿意承认成为天皇的臣民啊，这是第一场。第二场过了3年，1911年，在也是我们那边三仙台的附近，也发生了这个所谓的抗日事件哈，也是打那这边也是集结了5个部落的那个壮丁，要跟那时候第一时间已经把陈广奥之厅所有的日本人老师学童就已经把他歼灭掉了，然后有些日本人就跑，好，之后呢，总督府哈，看这个情况不对，就派从台北厅、宜兰厅、台中厅、台南厅连同台东厅的增援部队兵分两路围剿阿美族。那时候有一个大头目，
叫做马恒恒。如果你们有到台东市，有去过台东市的有没有？有没有？台东市有一个叫做人工湖，人工湖旁边有叫马恒恒大道，马恒恒应该知道了，你们的大头目。日本人那时候就请这个大头目讲说，你要不要去跟你们的族人讲，要不然我给他灭族。后来马恒恒直接回复这个日本人说，你们自己干的事情你们自己解决。后来日本人想一想，这样不是办法，就把马恒恒头目他们跟几个泰鲁格族、布农族这些头目，就把他招待到日本去阅兵，去看他们的战斗机啊、什么飞机之类的。就回来的时候，大头目说：“哇，这个武力差太多了，你们用弓箭，你们用步枪，你要跟人家打，用那个飞机、大炮的，不是办法。”后来就这个马恒恒才去找这个知识的头目说：“哎，你们来集合集合，来告诉你们不要打了，会被灭族。”那时候日本人要找他们这些原住民找不到，这些阿美族人找不到，因为他们已经躲到洞穴里面，找不到怎么办？又怕被埋伏，所以就干脆就直接找同族的人来去。所以这个也是就有点类似那种雾社事件雾社事件也是这样，就是找别族来去矛盾。可是我们是同样都是阿美族，那纯粹就是用劝说的。最后就在这个地方举办了所谓的劝降仪式。所以阿美族那个时候到了1911年就整个就被日本怎么样，整个都摆平了。好，第三最后一场这个大家都知道，1930年。所以你们看1930年对不对，10月27日到22月1日，你们看一下这个年代，现在是2015嘛，1930扣掉1930是几年？85年，对不对？哎，由此可证，我们可爱的原住民同胞，高沙族同胞，接受文明85年，也就是说那个时候从如果有看过赛德克巴莱的就知道那时候还有什么？还有出草的习惯。所以我们是不是在这个时候？我是觉得这些高沙族的同胞是值得给他们掌声啊。为什么呢？在这么短的时间从那种野蛮的生活习惯到那种观念心态，到现在85年的时间，短短时间要完全的去改掉这样的一个几千年祖先留下来给你的一个生活方式，我就是很不简单了，我认为是很不简单了，你们不觉得吗？对了好哦，你看这个是整个交战的状况2500人对1300人好好，之后呢，日本就开始，大日本帝国就开始对台湾的这个土地好好的去恩待他们，去善待这边土地的老百姓。那么他们要为了要让台湾也能够得到文明的生活方式、进步的那种方便，所以呢，他们的教育从1904年到1944年的整个教育的普及，从3.8%到71%，那时候的日籍的99%，也就是说，我们的阿祖一辈以上的那些长辈其实他们很早就受教育了，很早就受教育了。好，被领土被占领的人民其实被占领输了就输了。那国际法有一个公约他们必须要设定一些公约，因为杀人毕竟是残忍的。就其实被占领，其实有被占领人，也就是说战争期间跟战后期间，战后跟战争过程当中的状况不一样。战争期间当然是要杀人，但是战后就不能再杀人。那战后活着的人就要被保护那只是说我们这70年来，这个中华民国这个殖民政权
一直不愿意告诉台湾人真相，所以我们应该要受到被保护的地方，结果没有被受到保护，反而他们变本加厉，要我们做我们不应该做的事情。好，那我们先看朝鲜与台澎的处置不同。同样都是1895年被割到大日本帝国的，到了旧金山合约有了改变，那么台湾的地位在旧金山合约里面并不是它的最终地位的处置，但是在韩国是旧金山合约作为它最终的处置。来，我们来看这里，我们来看第二条的 A 哈，有没有？日本承认朝鲜的独立了哈，这个就是独立，这个是承认，很简单，清清楚楚。可是对台湾的处置不一样，我们是 renounce all right title bring to Formosa， 好，这个昨天都讲过了哈。同样的一个条约，不同的处置方式。然后呢，这个条约里面又延伸了几个领土上的问题，现在还在很热闹的，尤其是现在中国跟美国闹得最厉害的南海，日本跟中国闹得最厉害的东海，钓鱼台，这个两块土地都是跟台湾有绝对关系。我想说绝对有关系，事实上不是我自己单方面、主观的意愿、事实上从过去那个西南群岛就是大日本帝国交给高雄州来管辖，那么钓鱼台是交给谁来管辖呢？交给宜兰州来管辖，所以它跟台湾是 很有关系。那但是我们不是只有领土上我们要去思考这个问题，我们要考到的这个领土底下，钓鱼台有什么？它不就是一个岛吗？住人又不方便，但是它底下的什么很石油，对，还有南海的什么石油哈？那你们相信秘书长讲的吗？台湾人是不是以后会很有钱？怎么会没有？怎么会没有反应呢？台湾人以后会不会很有钱？对。其实，为什么？其实，就算我们台湾不主张说南海的油田我们要开采，东油田我们要开采，我们光是收租金就好了，对不对？我们跟美国人讲说：“哎，我的地呢？啊，想那我们至少抽个佣也好，对不对？”我们做主那个嘛，好歹我们也是领土的这个主人嘛，对不对？虽然是土地是所有权是天皇的没有错，但是在旧金山合约里面对台湾的处置，这个旧金山条约事实上是算是送给台湾人的一个很好的礼物，你们不觉得吗？这个处置方式是那时候的吉田茂跟那个美国的国务卿那个。对，叫什么去？我是突然忘了，杜勒斯了哈，精心设计的一个条约哦。如果说你们对这个有兴趣去研究的时候，你会发现哦，台湾在旧金山合约的时候，永久会从天皇的手上拿走，但是呢，领土权还在他手上。为什么？这个概念你们想看看？美国人说，中国人说。台湾不要再拿给大日本帝国了，可是因为它是那个日本领土的概念，它是属于万国公法的概念里面，所以他们就设计了这样的一个方式。什么样的方式呢？你天皇你不能再插手管台湾的事了，以后也不能再插手了。那请问你一下，台湾以后交给谁来处理？对，没错。怎么没有反应呢？对，我们要实现哈，台湾，我们将要去实现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不能躲避旧金山合约，不能躲避什么马关条约，我们要面对它，对不对？我们不要像民进党搞什么，像那个有一个教授叫陈龙志，他说。他们的概念就是说，台湾是无主地的，台湾可以用公投的方式来解决台湾的最终地位。请问一下，台湾有处分权吗？台湾的处分权在谁的手上？美国军事政府，是美国军事政府在旧金山合约第4条 B 那边写得很清楚。
第二条、第三条土地的这些财产的东西，最后在第四条里面被做最后的决定，也就是说，台湾的现在的地位，日苏美战的地位，第四条做了一个算是一个结论了哈。里面的管辖权也好，管辖权的全部都放在美国军事政府的手上。待会我们再讨论哈。到第四条的时候，好。那台湾虽然是一个被占领的地方，但是它还是有人权，对不对？那我们告美国干嘛？人权让我们有权利去告美国，告中华民国哈。OK， 这个是那个几个公约了哈，这个有好几个部分哈。那2006年的时候，这个8月2日已经有194个国家认可了哈，所谓的海洋公约，日本有个什么什么海洋公约之类的哈。那被侵害的时候，这谁下令的，就谁要去承受这个刑事的罪行。好，日内瓦公约的第三篇，有关占领地的地方被我们现在叫做被保护人哈，我们叫被保护人。这个被保护人哈，赋予原本本公约所赋予在占领地内之被保护人之各项利益，我们战败了不代表没有权利，我们战败了不代表不是人哈，我们还是一样有人权上的这些那个权利在。所以这里提到，在任何情况下或以任何方式，我们的财产哈，所有的什么，我们的身份，我们的什么都不能被剥夺，人权应该有的，我们都应该要有哈。这个是第三篇占领地，我们有时间我们去看。好，这里哈，凡自占领地将被保护人个别集体强制移送或驱逐往占领国之领土，或其他被占领或未被占领之国家之领土，不论其动机如何，均所禁止。也就是中国人可不可以用大量的移民来到？不行，这是违反日内瓦。如果他们在，其实照理讲，马英九这个政策哈，引什么？开放什么陆客啊什么，我想这是一种变相的那种，我们应该很注意这个部分才对，因为这个是在世界公约里面是不被允许的，是禁止的。好，其实很多点，很多中华民国的做爱做不做，又想把中国人带引进来，又怕人家扭扭捏捏的，有没有？就表示说人家已经开始在注意他了哈。好。那过去这样的这个东西都被谁玩弄？你们知道吗？被这些政治人物玩弄，尤其是民进党最喜欢玩弄这种东西，喜欢用人权、用民主去迷惑台湾人，搞到台湾人都搞不清楚自己的地位是什么了哈。OK， 那这个我们有时间我们去上网查啊。占领国应采取一切必要步骤，以便利儿童之。辨认及其父母之登记，但该国绝不得改变彼等之个人地位，亦不得使参加隶属之该国之各种组织。好，中华民国让我们的国籍变从日本国籍变成中国籍，是不是已经违反人权了？那我们这个赔偿是不是合理？可以了哈。200万应该 OK 了，有信心了啊。200万美金不是台币了哈。所以除了这一点，我们也可以，就好像秘书长，我不晓得秘书长，我还在等秘书长讲这句了。我们还可以追到谁？他的继承国，中华民国的继承国是谁？中华人民共和国了哈。要不然你就不要继承嘛。你说我放弃中华民国，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来放弃，这也是一个很好玩的一个概念了哈。你们要不要承认中华民国啊？如果你们不要承认，那你要宣布放弃，我不承认中华民国，我没有中华民国这个事情啊。那台湾至少台湾的地位会更亲民一点呢，免得到时候你看我们的新闻媒体，我们的媒体，我们的民嘴一天到晚在那边中华民国，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哇，我都听得都很烦。对，到底你怎么讲一个没有的事啊？被你讲得很像有，对不对？有没有？你不觉得吗？他们在讲的时候，
好像有中华民国活起来了，对不对？中华民国是幽灵呢，他离开了他自己的身体，结果到了人家的土地，借壳上市，结果他就说：“我就是那个人，我你看到的我是我。”但是这个，不过我们有台湾本土台湾人，就是有那些党基在，就比较麻烦。那个通灵人啊，这个本土国民党就是啦，嗯，这些人就是所谓的基统啊，那专门搞邪术的哈。OK， 好，这个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有空就很多了。我们的一些权利，我们的财产是不能被这个占领者来夺取的哈。OK， 好，主要占领全国依据条约以正确形式。好，我们先确认哈台湾的地位哈。他先确认台湾群台澎群岛的主要占领国是谁哈？这在第几条？旧金山合约的第23条。来，这个应该有看过了哈。昨天老师有秀出来了，这个我就不再加以结束了哈。他说本条约自日本批文书以及包含作为主要占领全国的美利坚共和国。OK， 这个没有争议吧 ？OK 了，这个很明确，这个解释翻译应该都没有什么问题了哈，应该不会有争议。好。既然美国是台湾的主要占领权国，就没有所谓的台独独立跟统一的问题，对不对？台湾有没有独立跟台湾独立跟统一的问题？有没有？大声一点嘛，有没有？没有。对嘛哈？那独立跟台独是谁发明的？中华民国发明的啦，因为中华民国在蒋介石的年代，我们要反攻大陆，骗台湾，我们要反攻大陆，当中国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过去是这样嘛，对不对？然后美国说：“哎，够了够了，我蒋介石也挂了嘛，因为美国人跟蒋介石，其实你们可以看条约哈，未来你们可以看条约或者是一些影出版的美国那边出来的影，比方说这是维基解密出来的东西，没有中华民国，只有蒋介石，他只有讲蒋介石，蒋介石政权，蒋介石哈，蒋家政权啊。”你们可以回去再稍微注意一下这个部分。好，好，这个是谁？这个是美国的副国务卿卓立克。啊，这个虽然你是2006年的事情了，那时候阿扁在惹美国的麻烦，所以那个卓立克就美国的政府被迫承认这件事情。卓立克说：“让我把话说白了，独立意味着战争。”我们不鼓励那些企图独立的人士。为什么？来，美国副国务卿卓立克说：“美国反对台湾独立，因为台独会引发战争，美国将被卷入。让我们非常清楚地说，独立意味着战争，那意味着美国的士兵、水手、空军、海军官兵要被卷入。”OK， 人家这样解释，你们。不会模糊了，很明确了哈。嗯，你们还想搞独立吗？对，好，我让我加以赘述一下哈。卓立克说，陈总统的四不一没有，是以中国不动武为前提，但是中国至今从来没有对台动武。卓立克还强调，如果台湾不断挑战美国的一中政策，我认为台湾会一直撞墙。所以台独是台独那时候有几个形态哈，台独是有演变的。以前是用中华民国的名义成为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他的名字他就在台湾，对不对？所以中华民国是台湾，台湾就是中华民国，是这样来的。所以如果你用中华美国就针对这个部分，如果你敢用中华民国的名义搞独立，老子可就。要发威了哈，因为美国从1945年开始就只有一个中国的政策，好，一个中国的政策，你胆敢来挑战我的一中政策，不管是美国啦、日本啊，整个大国全部都是一中政策，所以这个一中政策，从这个一中美国的一中政策，你可以去思考，他们那些人在搞这个一中政，搞这些那些独立的人哈。你就知道他们心理上到底在想干什么，他们的背后到底是谁？事实上，
台湾独立第一个就是早在那个李登辉的年代，更早以前，他还在读书的时候，就是共产党发起的，就是共产党发起的，所以独立的动机非常的邪门，我讲邪门，绝对不是一个正当的事业。好，那我们就这个部分就跳过了。好，我们来看中国那个台湾人就呛瞎美国，台湾人什么也没有，武力也输人家，经济也是靠美国，竟然还有本事还有脸去跟人家呛瞎。你知道台湾的经济的发展，台湾的经济的奇迹是台湾人自己能够本身把它变出来吗？其实秘书长有讲过这个例子，菲律宾越南的条件会比台湾差吗？不会，人家有资源，人家有人口，有人家土地又大，人家的经济为什么带不起来？要不是美国的整个进出口的政策让台湾可以把东西销到美国去，销到各国去，请问台湾的经济可以起来吗？不可能起来的，没错吧？哈，老师，我讲的没错了哈。好，结果那些台湾人竟然敢跟美国人呛虾，你真的是搞不清楚状况。他就说你们。我们台湾是台湾的台湾，干你们美国屁事？什么美国会派兵过来打台湾？这是台湾人，让台湾人自己决定台湾人的台湾，所以台湾人就要举办公投来决定台湾的地位，可以吗？美国人说：“你再这样，你是逼我讲真话。”好，开始了。美国就不得不讲了真话了哈。那为什么台湾不能台独？台湾是台湾，台湾台独是台独，两者不能混为一谈。台湾是美国暂时占领地的日本台湾，台湾也是日本领土的日本台湾。台独是台独，美国不会为台独台湾独立建国，两者不可以混为一谈。更重要的是，美国不会同意允许台湾独立，独立不能从美国跟日本建国了哈。也就是说，我们要面对旧金山合约，我们要面对马关条约，这才是我们应该走的路，对不对？对了哈，这个没有争议。再来，我们这个就那个卓立克说，让我把话说白了哈，台独不可避免引发两岸战争，引发两岸战争最大的危机是台独，美国不可避免卷入战争，不管美国要不要，情不情愿。他也没有办法脱离战争，战争规模必将很大，美国的军事力量要全部被卷入，战争后果无法预料，危险性极大。为什么呢？美国有必要为台湾这个小岛来牺牲他们国家的性命吗？不可能了哈，对不对？所以台湾这些高层的这些享受政治利益的这些人在干嘛？拿我们的纳税钱，哦，其实我跟大家告白一下，坦白一下哈，我曾经选过我们的乡镇代表，我就拿过那个30块，所以那个30块是真的，也就是说我有一票拿30嘛，对不对？我拿了，如果拿了1000票，我就可以拿多少？对，那你想30块乘以700万票等于多少？2亿1嘛，对不对？2亿1000万，对不对？那蔡英文就拿了这么多，你看放在他的口袋，嗯。从你的纳税钱那边给那些候选人，任何候选人都有，全部去的时候像129，那个去年年底的那个选举有没有？有10000多人在选，不是吗？你看10000多人，你算那个多少钱？你自己算，30块几类人，10000多个候选人，30块你自己算多少人？你知道这是谁从哪里来的？你的口袋拿出来的，要不然他们也没有很厉害，说钱可以从别的地方拿，没有，是从我们的纳税钱，我们的什么？你说对呀、啊，我们的汽车税呀、啊，我们买个10块的东西要缴5%啦，吼。地价税啊，什么一大堆，都是从我们的口袋那边拿出来的。你们认为这个合理吗？我们还要继续支持这个选举吗？
我就是很没有道理，真的没有道理。我那时候领30块很爽啊，对，对，我为什么不多拿几票？对，事实上，其实台我讲我们那边的地区了哈，我不要讲说北部了哈，我连马英九选举的时候，我们那边都可以发到500块，那边的选举的糟糕到你无法想象，我一个代表。我们的一票起那个起价买票一票5000块台币，这就是台湾的选举了。我们那边是这样啦，我就讲我的经验就好了。比如我曾经找我的表哥了哈，我太太的表哥哈，说哎，我们说啊，表哥自己人支持自己人，是啦，这句话是对的啦，但是，哎。我们家有7个人都在工作，车马费他就帮我们算车马费多少钱，一天工钱多少钱，算一算5000块，哎，别人6000你5000就好了，家己人把人6000你5000就好，要不要，要买单，我马上打电话叫他们回来，这就是我们的选举啊。这种选举制度应该不要再下去了哈，这个政治烈利了，政治烈利。台湾人选了中国人的总统，那真的是好。刚刚讲到哈，我们台湾的处分权在美国军事政府手上，这边写的清清楚楚了，跟大家秀出来给大家看。第四条叫什么？旧金山合约的第四条叫财产。那重点在这里了哈。日本承认，这个日本承认很重要哈，有没有效？有没有效就关系到日本承认，就好像我们的美国的国内法、台湾关系法。没关系，要打哈欠了，小声一点哈。那你可以睡觉，但是不好意思，开玩笑哈。我们台湾关系法里面哈，中华民国可以在台湾占领或者是治理，它里面有一条很重要的概念。美国政府承认，如果把这个美国政府不承认拿掉，中华民国是什么？就违法了。所以为什么秘书长带着台湾民政府的同心们要去第二次控告美国？有两条很重要的哈，待会我们会提到了哈。好，我们来看这个哈。中国文字的混乱策略，其实我们中华民国叫什么 ？ROC 嘛，对 ，ROC 对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叫做 PROC 嘛。请问一下，如果你是外国人，你会看你看不懂这个吗？你看这个的话，请问一下，哪个是中国，哪个不是中国？你可以告诉我，哪个是中国，哪个不是中国？你要怪美国人、外国人、德国人说。台湾，你们拿的是中华民国的护照，结果说，哎，中国人，你骂人家，我们是台湾人，可以这样子吗？人家是看你的证件的时候，你是中国人嘛，对不对？有什么差别吗？只是差别，中文是有一些差别啊。中华民国，中华人民是多了一个人民共和，事实上，这个两个是其实也是一样的意思了哈，只是这个民被中华民国拿掉了。不见了，对不对？在这个地方找不到，对不对？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把它秀出来了，那意思是什么？一样嘛，对不对？还是一样嘛？这个叫做中国的文字的混乱策略了哈。好，我们来看台湾关系法。刚提到台湾关系法，台湾关系法是让中国就是中华民国了哈，中国在台湾的法源依据啊正。这个他们的法源依据，可以再让中华民国在台湾可以在台湾治理的法源依据了哈。第二条，由于美国总统已经终止美国和台湾当局，好，因为美国在1979年1月1日以前美国承认中华民国是台湾当局 ，OK， 所以我刚刚讲过，这个美国承认如果拿掉，就叫做什么？他就违法了。中华民国是不是要滚蛋了，对不对？我们要考虑到他的人权吗？我们要考虑到他是因为他
先他们先怎么样犯了人权，人就是先违反了人权，要反过来跟我们讲说你们这样会违反人权，这个逻辑上 说不通吧，对不对？也就是说他对我们是怎样用非人权的对待，结果呢他要走的时候他要我们要用人权的方式来对待他，你们这样合不合理？你们认为这样合不合理？非常不合理，对不对？所以台湾民政府看到了这个问题，这种不公不义的事情，台湾人如果谁在台湾的谁在注意这个东西？没有人在注意这个东西，所以美国国会有必要制定的。所以台湾关系法又称什么？美国的国内法呢 ？OK， 美国用很短的时间哦，1919生效。那么台湾关系法主要其实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让中华民国得以让在台湾继续那个存在的原因，是因为它要取代了中美共同防疫条约。这个中美防疫条约要追溯到哪里？中美防疫条约是在旧金山合约底下的一个条约，它 不能超越。所以中华民国跟日本跟美国签的任何条约都不能超越旧金山合约。好，来看，就这一条，这是旧金山合约第六条。第六条告诉我们说，自本条约生效之后，所有联盟国占领军哦，联盟国占领军哦，应尽速至日本撤出，此项撤军不得晚离本条约的生效后的90日。与日本与日本与联盟国缔结有关外国军队驻扎或保有日本领土之双边或多边协定者，不受本条规定所限。好，如果按照这个条约，中华民国应该早就要撤出台湾，对不对？后来美国就要求中华民国在4月28的时候，叫中华民国跟日本签什么台北条约。OK， 条约哈，好。所以旧金山合约何等的重要，这是台湾很重要的一个国际正常化地位的一个，我们要回到那个地方去了，要回到那个地方去。好。这个是这个刚我们这几天上课的时候有一再的被重复了哈，跟大家讲，我要讲的重点在这里哈，就是我们这一次2月28号在美国的控告。好，我的重点在这里。台湾民政府主张包括日本天皇保有台所有权，美国总统握有占领权。好，重点在这里。该组织还要求美国放弃台湾关系法，恢复旧金山合约。好，刚刚我不是提过吗？如果旧金山合约被美国放弃，中华民国已经没有容身之处了，对不对？他们要走了，是依据什么？是依据这一条的规定。后来台湾关系法是最后一条了哈，最后一个一直延续，一直延续，最早的是台北条约了哈。跟台北调，好，我们待会再讲过去了哈。为什么台湾民政府要主张这两个很重要的台湾关系法，要废美国要放弃旧金山和平条约？美国哈国会已经用很快速的方式通过了对台湾的很多的议案，你们大家可能都没有注意，你们知道吗？美国在前几天通过了一个法案。我们过去跟美那个中华民国过去要跟美国买武器，对不对？是我们拿钱去买，跟他买，对不对？那钱是从哪里来？从我们的口袋出来嘛，对不对？绝对不是中国人的啦，放心好了，那是台湾人的。我们台湾人出钱给中华民国，美中华民国去跟美国买，过去是这样，对不对？美国会说啊，你免钱了，我给你们。美国会干这种事吗？哎，不会，对不对？哎，事情就这样发生了。过前几天了哈，美国竟然通国会用75-25的票数，参议院哦通过了一个法案，叫做美国要已经有，也就是说美国已经要花钱，预算已经通过了，在台湾
好，在台湾要花钱怎么样？武器也好，人力的培训也好。哎，你们听得懂这个意思吗？懂哦。为什么美国要国会通过？因为美国的一定要经过美国国会通过嘛。美国用350亿美金哦，350亿美金，我们台湾的在中华民国一年的国防预算是85亿美金哦。美国竟然要花350亿美金，要在台湾怎么样建设？给钱给台湾，已经美国国会已经授权给美国行政部门了，美国给美国总统了。美国总统说：“哇，有钱会使哦，可以动手了。”哎，你们还没有感觉吗？啊，其实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啊，其实这个一年前、两年前我们就开始喊了。其实，在今年的4月1号发生了什么 ？F-18降到台南基地，对不对？然后中视新闻是大家，我问大家是不是蓝媒？就是蓝营的媒体了哈，哎，蓝媒了哈，竟然做了一个调查，就是民调，结果调查出奇的意外，美国的飞机降落台南机场。竟然台湾人有38%的人认为美国在台湾先那个美国，哎，38%的台湾人说欢迎美军接管台湾，好，38%哦，这是中视新闻哦，这个可以上的上可以上我们上网查，有22%的台湾人说美国在宣示他的领土，只有23%的人说啊这个是故障，哎，你不觉得说他跟我们的？台湾人跟中国人的比例很像，对不对？对。好，我要讲接下来就是，美国终于肯花这笔钱为台湾做事情了啊！因为为什么？当美国军事政府接管台湾的时候，台湾的国防就必须由美国来自行来负担。所以美军接管台湾，美国的国会可以说是已经通过了，他只是用不同的名目说，哎，中华民国跟美国联合军演，嘿，联合军演为什么要美国花钱？以前是联合军演 OK 啊，挤来啊，对不对？花钱啊，美国是这样的态度嘛，过去如果我们印象是这样的，现在为什么变了？是今年的事情。前几天啊，不要讲今年，几天了。好，继续讲下去。好，这两位有没有人不认识？这个高的这个人是谁？矮的人这个人该是谁？这两个人没事在一起干嘛？这两个人到底做会众啥？嗯，他们在干嘛？几十年的总统布希不来跟他握手，然后那个老布希克林顿也不跟他握手。对不对？雷根也不跟他握手，这个人为什么要跟这个人握手？去年的事情，去年4月24日的事情，有没有？唯有这个两个可以决定台湾主权的最终地位了啊、嗯！然后为什么？因为右手边这个叫什么？马关条约，这个人叫做旧金山条约。这样举例合理了哈，所以台湾就是要找这两个啊，这两个人合体嘞，啊你们都不表示吗？对不对？啊，谢谢。这个是谁？这个是我们的天皇哎，我们是他的臣民哎，对不对？啊，这个是谁？对呀、啊，啊这个们两个人在一起干什么？啊，这你知道那个？我又看到那个照片哈，这个人哦，哎，这个人是不是应该是全世界应该他要讲第二，应该没有人敢说第一了哈。结果他去见天皇的时候，你知道，奥巴马有一个举动，角度绝对比我这个深啊。嗯、天皇阁下，很尊敬哈，奥巴马对他很尊敬。我又看到那个照片了哈，啊，这也不是这个应该不是作假的了哈。这个是去年的新闻、啊、我把它download下来的。
好，这个那次我们稍微提一下，去年哈，这个我们去年就开始讲这个部分哈。好，我讲这个哈，这是美国总统哈，现任的总统第一个表示明确表示，钓鱼台的问题适用在日美安保条约。其实美国非常有策略性，他先解决钓鱼台，钓鱼台谁的徒弟？对，台湾的。第二，今年解决哪里？南海的问题。南海造陆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不是今年的事情。钓鱼台发生事情的时候，南海也在填海造陆。中国说：“哇，日本那么强，那么这个不好处理，就跑到南海去了，把心思跑到南海去，要不然东海也会被他填海造陆。哦”都懂啊，这个可这个南海肯定看嫩了哈，比较暖，我们可以去处理一下。就美国说：“哇，你这个中国人真的是哈，这个太过分了。”然后美国的策略就是这样，先解决东海，跟中东跟中全世界讲说，钓鱼台是在美国安保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是我们防疫的范围内，属于日本的管辖权，管辖权跟领土权不一样哦。刚才讲到我们，因为他是讲管辖权，这是一种翻译了哈，管辖权有延伸很多权利了哈，如果想自己这个权利延伸到上纲到什么程度我们不知道，是美国的英文嘛，英文版为主了哈。接下来美国又要再跟全世界宣告，南海是那个他现在可能会拖，不知道是美国要自己管呢，还是要再拖给日本，也有可能会让日本管，或者是我不晓得台湾的这个时序能不能很快就给他接受了，也有可能啊。不过现在中华民国还在台湾，恐怕在时间上会远一点。他会宣布说南海是谁的管辖权，会一样用东海的模式用到南海。那我们来想看看，东海跟南海，钓鱼台跟新南群岛，就是南沙群岛跟西沙群岛。这两个群，这两个岛两边南北这个两个岛，都是什么？跟台湾有什么关系？绝对关系嘛，对不对？这个叫做什么？你听得懂？你们知道吗？美国在干什么？你们大概可以感受到我的意思了哈。美国到底在干什么？意在哪里？意在台湾了哈。讲离岛，意在台湾了哈，就是说，对不对？所以其实中国的一些军事观察家已经发现这个问题了，早就发现了啦。啊，美国是喊那个小岛了，喊那个小岛，因为比较没有什么主要的争议，因为台湾还有中国人的问题，所以美国会处理的时候会比较棘手。不过他在他的大战略里面，他必须要这样子做。我们现在他也直接在演讲的时候直接宣布说，我们现在亚太在平衡，现在是在处理领土的问题，我们要依据国际法处理领土的问题，区域领土的问题。这话已经讲得很明了嘛，可是台湾人听得懂吗？台湾人不会听得懂。台湾人说，台湾人还在被选举愚弄，哇，洪秀柱动算，蔡英文动算。民政府不主张选举哈，不主张不配合哈，跟大家言明一下。这是美国总统首次表明哈，集体自卫权。集体自卫权预计七月份日本会通过，因为去年那个日本的自民党安倍的政党以294票成为最大党，然后再加上公民党的31票，他们已经成为了众议院的最大党。那么众议会是这样，他们480席，只要有2/3的众议院的投票通过，参议院就算要挡也挡不住。所以基本上集体自卫权这个一定会通过，也就是日本会走到已经不是自卫队的性质，要转型成为国防军了哈，也就是他可以出海打仗了哈，出海打仗，因为人家就在批评日本说啊，你们的那个和平宪法不和平了。可是你们想，你美联合国也承认日本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他本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本来就应该要有国防军，而不是用自卫队来去限制一个国家，他就不正常了。所以安倍就一直为了这件事情在那边到处奔波，所以安倍的历史定位应该会在日本的历史上，在世界上会留名哈。在我的指挥下，美国在亚太地区与日本紧密的合作，再次发挥主导的作用哈。奥巴马表示亲自主导亚太再平衡的战略，好，亚太再平衡，奥巴马要亲自主导了哈。好，又有记者问奥巴马说，如果中国的武力进犯钓鱼台，将视同什么？美国动武。又有记者说，如果是中华民国的武力进入钓鱼台主权领海内，侵入美国的防守区，视同什么？中华民国是什么？怎么讲不出来？中华民国是什么？被美国认为什么？外国武力了哈。好，这个好，中国的军事力量。我们在我们的媒体里面，尤其是蓝媒，一天到晚说中国很强，中国很强，中国到底很强？比出来就知道了嘛，对不对？要不然你网络，因为中国很厉害的，就是它网络太强了。只要美国说 F-22 一架 F-22 可以打20架解放军的那个飞机，中国的那个网络开始咯，他的那个骇客就开始说啊，这个 F-22 哦，那个千八就可以把 F-22 打掉了。哇塞，这个军力悬殊，竟然他可以讲成这个样子。那个这个那个什么鸡蛋跟石头那个会议，他说鸡蛋有一天会打赢石头，中国的网络是这样打。OK， 好，这个中国流亡教授袁宏斌在台湾的主张，因为他现在已经流亡到台湾了，他竟然主张什么创建台湾共和国，对吧？啊，他想表达中华民国在台湾的正当性，因为国民党权贵已经叛卖。现在他的论述是这样，他的概念是这样。因为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因为这些像什么连战啊，这些权贵有没有已经跟中国结合在一起了？所以呢，国民党在台湾已经消失了。他的意思说，国民党在台湾已经消失了，所以中华民国也消失了。所以呢，台湾人应该要怎么样成立创建台湾共和国？我们不要被骗了哈，这不是台民政府的主张，这个。怎么创建台湾共和国会是一个中国人来告诉台湾呢？这个现在在网络很夯，很多人像林非凡他们哦，陈伟霆他们就喜欢就搞这个哦，所以我们的太阳花学运中毒了哦，搞不清楚状况啊。中国派教授来台湾创建台湾共和国，秘书长有没有一再的言明哦？台湾民政府不是台湾国，不是台湾，什么都不是。台湾 civil government 这个绝对，这是属于战争法的名称。台湾共和国是什么？自己创出来的名称，所以请大家注意。其实我们也是让大家了解一下中国的状态了哈。袁宏斌这个教授哈，讲民主，你不要跟我们谈了，因为我们是在搞民主的人，我们已经在实行民主的人了，你不要跟我们谈这个。如果你讲中国的内斗，我会相信啊，为什么？他一定很清楚中国的权斗是很厉害的。他就说，他就在批判习近平了，他说，中国目前不反腐是等死，但反腐是早死。因为中国的贪官污吏已经形成利益集团，面对习近平的反贪，将会试图取回主导权，甚至会酝酿很大的反击，这对中国的内部造成前所未有的激烈冲突。也就是，中国其实很危险，很危险的情况下呢，他要把它包住，也就是说里面有起火了，但是呢，他又用布包火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所以美国现在，这是美国的大战略，因为美国是全世界最大的反共集团。美国在的眼里不能有共产党，美国看到共产党就是要裂解。美国发现
中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的裂解已经进入到最好的时机，这也是他们自己人自己讲的哈，他们自己人自己讲。如果习近平没有处理好这个贪污的事情，因为中国有1200万的公务人员全部都在贪污，你只有一个习近平去打贪，结果打贪打到最后变成是什么？变成是权斗。那这些光是一个许才厚，听说就已经两千多亿的美金，是中国一年的军事预算。我想这些人会笨到让你习近平给他打什么？不会，我不见了还会有第二个徐才厚，对不对？这些人会不会集结要反你习近平？有没有可能？是非常有可能的。在中国的社会是这样，中国的社会换朝代很正常，对不对？所以事实上台湾人自己不要傻傻的以为说中国要打了，我说到中国没本事打台湾。我讲一个很简单的概念就好了，台湾不可能没，你们知道吗？台湾哈，台湾的地位哈，它有绝对的一个战略地位了。你们知道吗？台湾哈，如果被中国并吞了，第一个跳脚的是谁？你们猜？对，没错，日本，绝对是日本。我们来看地图哈，看地图比较快。好。这个是台湾，对不对？那从中东来的油是不是要从过经过南海，经过台湾海峡，或者是走这里，对不对？所以美国一直喊啊，自由航行权啊，自由航行权如果被中国截掉了，你认为日本会怎样？日本跟韩国温系耶，为什么？台湾如果今天是台湾是被中国并吞的，中国可以说太平洋我也有权利，我到这个地方都是我的，他就给你往200海里、1000海里那边开始算，可以甚至已经怎么样挑战到美国了哈？美国会愿意让中国分享太平洋吗？不可能。那请问一下，日本的那个商船、游轮要从哪里过？从这里过。他就说，那个叫做什么？圆明园还是《红楼梦》？不是有写说，如果要留住你的生命，请放下什么买路钱，对不对？经过这里可以啊。游轮我要多少钱啊？你要给我才让你过啊。那日本跟韩国不息息抵押，对不对？所以日本韩就算日本连韩国都要帮忙打台，帮忙把台湾收回来。所以看台湾绝对不能中华民国，看中华民国你就错了，你就被那些媒体这样子误导了啊！中华民国要一定要很强，美国要给中华民国更好的什么武力？事实上，美国现在通过的预算不是要给中华民国，是给台湾。现在整个都改变了哈。为什么要用中华民国？现在这个中华民国的名称我们还要借用一下，为什么？岛内的这些人还在把中华民国当作神主牌。所以会引起岛内的太大的震荡的时候，对美国接管是没有什么好处的，不利的。所以我们要有很小心的来去判断，到底现在是台湾还是中华民国？我们要自己要想得很清楚。像如果说像过去有没有？詹雅妮拿到了什么高尔夫球冠军，世界冠军，中华台北。结果有一个说啊。这个谁某某某打球打输了，台湾队，对，所以我们下次要颠倒了哈，把它颠倒试看看啊。不好的时候台湾，好的时候台湾，不好的时候写中华民国，我们学会去把它做颠倒看啊。那看台湾的地位，你不能只用台湾的角度，也不能完全的依赖中华民国。中华民国是即将要跑路的一个政治团体。看台湾一定要看日本，看美日，美日台，美日台未来会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结盟。那至于台湾是最后是怎么样？台湾是美国军事政府，是美由完完全全由美军来接管。美国要编预算，美国国会要编预算到台湾。未来台湾要在这边西部要架设。
20座的电子轨道炮。电子轨道炮很便宜，对美国来讲，他们愿意用最便宜的方式部署到台湾。为什么？这个西部20座，为了防御什么？中国的东风21、31、41的导弹。那么，那为什么要电子轨道炮？你们知道一个爱国者飞弹，它是一个拦截导弹，$100万。电子轨道炮一颗多少钱？$30,000。$30,000。那$100比较便宜，还是$30,000比较便宜？对不对？所以电子轨道炮的速度又比导弹还快，它的精准度也绝对比爱国者更精准。所以当我们美国铺设在这里，他要打台湾就难了，有难度。那我们是，他是用最便宜的方式。那你一个导弹，如果说中国一个导弹要花$100万，我们$30,000打一个$100万，我是不是划得来？哎，好吧了哈。所以其实不要担心中国的威胁，因为中国的威胁论哈，事实上是美国有必要是故意给全世界听的，不是给台湾人听的。中国的威胁论哈，那台湾有没有？美国其实这边的防疫就可以保护台湾的啦。那你们知道为什么阿帕奇要送到台湾？在中华民国的国防部里面没有阿帕奇这个清单。美国说：“哎、欸，卖给你啊，我们一起台湾关系法卖给你。以后阿帕奇不是要给台湾人飞的啦，是给美国人飞的，给美国的陆战队飞的。所以美国的25队，这个就是阿帕奇的中队，跟现在中华民国的6东幺旅结盟，意思这个叫做什么？因为美国要用他们的设备，所以这个叫做接管的一个概念，这是一个接管的概念，哈、哦。也就是说，哎，我们好像结盟了，事实上，司令官是谁？指挥官是谁？是美国人，不是我们的那个少将，因为那少将已经被修理了嘛。OK， 继续。好，美国的声音越来越强大了，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到哈，这是美国的国防部长，这是日本的防卫大臣哈，美日联盟的强大军事实力哈，啊，我们好，美日同盟范围扩至全球，也就是这样最简单的说法就是，美国的军舰从台湾海峡经过，只要中国的导弹要想要打美国的军舰，日本就可以马上派飞弹过去。如果他的飞机派飞机要去拦截那军舰，日本的飞机可以直接飞出去，去帮助美国的军舰，去保护美国的军舰。这个叫做这个美日安保的最新的美日安保条约哈。好，这个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过就好了。我来看那个好。奥巴马，中国南海的作为是侵略，哇，这个严重喽，最严重的一次啊，有没有？在西点军校演说，首度以侵略的形容，侵略南海叫做侵略，你们知道什么叫侵略吗？别人的土地，对，叫侵略，所以美国是不是可以依据国际法打回去？你侵略我，我就可以。有开战权，联合国会准奥巴马这个、哦，因为我被侵略了、啊，美国打那个伊拉克也是这样啊，打11那个C119那个叫什么911，有没有？美国不是后来就拿到了那个参战权，所以现在参战权要合法，你必须要跟联合国要，我要参战权。美国先开始喊了，现在奥巴马已经开始喊了、哦，这是侵略的行为。那中国，你说我是用国际法什么？因为他的国际法的认定跟世界认定的国际法不太一样，他们中国有那自我解释的能力了哈。所以这个各位，这个就不是开玩笑的了哈，这不是我们台湾人自己喊一喊、讲一讲、说一说了哈。这个美国这个大国，这个指挥官哦，总大统领已经呛瞎中国说，你这个已经是侵略行为了，我们的阿兵哥。必然要来。好，接下来，好，看清中华民国的地位。其实事实上，
现在美国为什么我一直在想，美国为什么还不把台湾关系法那个放弃掉？因为放弃掉中华民国就要滚蛋了，因为已经没有任何条约可以维持中华民国的军队在台湾。我在想，只要美，其实有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说，只要美国总统宣布中华民国他的军队有三条路可以走，大家听看看哪一条路最好哈。按照旧金山合约，第一条要撤出台湾，啊，那中华民国撤出台湾是我们的事吗？是台湾人要去处理吗？不是吧？你自己你要回到你自己，谁要收留你，你自己去吧，哈，你不或搞不好未来不是叫中华台北，可能叫中华纽约、中华双向园、中华旧金山、中华伦那个什么、中华洛杉矶，随便他们了哈，美国同意就好了。这是未来的事。那第一个，他跑路，就是撤出台湾。第二个方法就是，中华民国必须在台湾怎么样解除武装，要不然他还是违反了旧金山合约第六条。我想到第三个了，可能大家比较会接受，直接叫美国军事政府接管，这个好不好？好了哈。哦，对，接管是最好的了。好，那也就是说，以后美国的武器是不是美国人自己用？那是台湾人的东西啊，他中华民国也不能带走啊，对不对？我们说，哎，我们缴着税，你怎么可以带走？对不对？对，好，大概走三个路线了。那我想，美军接管的可能性是最高了哈，也是最平和、最和平的方式了哈。OK， 动作也最小啊，动作也最小。那至于美国要跟中华民国要签什么双边条约，我们不知道了，这个不是我们今天上课的重点。好 ，OK， 再来。一般命令哈，这个让大家知道就好了。其实当初哈，一般命令好几个地方被占领了，蒋介石的部分呢哈，是台中国满洲嘛哈除外，台湾北纬十六度是应付法属印度支那，就是指越南哈。指越南哈 ，OK， 就是蒋，就是最蒋介石统帅接管，然后满顾叶岛这些是苏军总司令，然后丙的部分呢，什么阿曼群岛啊、缅甸、泰国啊，什么这些新几内亚这些是由东南亚盟军司令部哈，澳大利亚的巴顿啊，蒙巴顿哈，丁是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务是美国陆军司令，哈，都有分配，不是没有。好，那我稍微提一下这个部分哈。台湾除了台湾之外，还有什么？越南也是被蒋介石占领，对不对？好，我们来看台湾人，真的，我们不要输给越南，我们不要小看越南。越南比我们穷，对不对？可是他们非常比台湾还有骨气。你知道他们怎么赶走蒋介石的吗？来来来来，参考一下《台北条约》。好，来看看越南怎么做。越南哈，对了，他比我们穷没有错了，但是呢，他们这个民族很厉害，打赢美国，打赢中国，打赢那个法国，打赢后、哦、打了好几个地方哈，好了，打赢了一些强国。来，如果越南1945没有胡志明的话，他会跟台湾一样，他就会跟台湾一样，会被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的一部分。哈、哦，来，好，1945年8月日本投降，好，大家都知道，对不对？好，这是越南。好，如果没有胡志明的话，他越南会变成防空基地，成为一个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哈、哦。那胡志明那时候做了什么事？第一个，要求越南人不要讲汉话，不要写汉字，改用罗马拼音。联合法国签订63协定，请求法国只要帮忙赶走蒋介石，越南愿意成为法兰西的一省。好、哦，这是越南当初是这样哦。当时，当然胡志明也是那个。那胡志明。你们法国帮
帮忙赶走蒋介石，我们当一审没有关系。那台湾人是不是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跟越南的模式？我们是不是要联合谁？我们要联合我们的占领国美国，赶走中国这个殖民政权，不要变成中国的一部分，也不要变中国，要不然台湾在维持现状哈，维持现状是什么？继续被奴役的现状了哈。啊，越南做得很好，他们联合法国呢，然后他们先联合法国，然后再赶走法国，然后他们就成为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好，那大概我们的方式会比较文明一点，我们结合美国，美国帮忙，那因为就毕竟美国有条约存在哈，所以我们请帮美国帮忙。当然，美国已经不可能再多成立州了啦，因为我们美国的宪法已经规定说，美国到夏威夷州就是最后一州，所以连那个什么波多黎各要变成美国的一州，美国也说不行不行不行，哎，所以台湾不可能也变成 不可能成为美国的一州，因为美国对台湾的领土没有什么兴趣，那台湾最后只能走我们自己走出来哈，因为毕竟美国可能也不会同意台湾回到那种大日本帝国的管辖，应该这个可能性也不大。好，但是呢，我们虽然有他的主权义务，但是呢，但我们必须变得那个大日本天皇未来会像大英那个女王一样，他是什么象征性的，就有点像日本对天皇，他现在是那种象征性的，他已经没有政治力了哈，没有政治力了。好，讲快，我最后讲那些比较那个的哈，好。这叫谁看得懂？这是 F22 哈，就是全世界现在目前全世界最强的飞机。这个 F22 曾经降落过台湾的清泉岗跟那个花莲的加山基地。我上个礼拜我还没有，就是这个礼拜三还礼拜四，我有听到不同的飞机的声音，因为我在制航基地哈待过，我们那个中队叫假想什么？假想敌中队，假想敌中队是美国红旗军演，也就是这一次美国国会通过的红旗军演哈，就是完全都用美国的那个美规来去训练的中华民国的空军飞行员。我就听到不同的声音，因为这个是属于超音速巡航的声音。所谓超音速巡航，就是像 F51 有没有 F5F， 它要超音速，它也必须要怎么样？它要推 AB。如果 AB 就是所谓的 turbo 了哈，整个要推到 AB， 它才有办法能够到超音速巡航。可是 F22 已经超越了整个气动力学的那种研究那个设计哈，它可以从开始到结束都用超音速巡航。如果说像苏凯27也好，苏凯35也好，幻象。飙风战机也好，他们没有办法这样，所以超音速巡航只有第五代战机才有办法哈。也就是说，它从开始起飞一直到结束，它都可以用两马赫的速度去跑，一般的飞机没有办法。像 F16 它虽然最快可以到达1.8倍，可是它没有办法连续1.8倍这样飞，因为它会。要那个它的发动机会烧掉，它只能说我需要的时候，我要作战的时候，我才要用到超音速巡航。可是 F22、F35已经达到了这样的一个能力了，所以才被称为第五代战机。第五代战机有四个 S， 就是第一个就是一定要超音速巡航，第二个功能就是要隐形，也就是所谓的密踪。这个 F22 哈，被外国人称为踹门者。所以蔡英文者就是说，他经过侵入到人家的领空，有没有有效领空之后，他已经锁定了人家的导弹基地，飞弹飞出去走了，人家还没看到他已经走了，他的优异性能是在这个地方。好，那 F35 跟 F22 的它唯一的差距就是 F35 的那个挂架比 F22 还多。 F35 它可以挂载核弹，也就是说我要真的是要
修理的话，我用核弹修理的话，一样，它也是有隐形的功能，就是逆中的功能。它侵入到中国的领空，人家看不到它，飞弹丢了就跑了。好，来，我们来看一下 F-22 多么的优秀哈，来看影片。垂直上升啊，不同的角度，这是不同的角度。有没有短跑起降？有没有短跑道就可以起飞？然后它可以瞬间垂直起，垂直90度垂直，对吧？这就是它气动，气动力学已经到达了一个层次。这个飞机哈、哦，它可以空。可以这样子，可以直接这样，慢慢的在空中，类似那种慢动作的起那个跑。如果你让 F-16 这样，可能已经栽下去了。好，帮我准备那个 X-37B 哈。好，我们时间有限哈。那个是日向那个出云号哈，哎。等一下，先等一下。今天先等一下，宋中平老师一起做客。停，那个待会再放，先放掉。好，这个叫做，没，不用，先不用。这个哈、哦、叫做 V1 轰炸机，就是这一架飞机准备要去炸南海那些岛礁。这个是巨型的那个轰炸机，它的那个翅膀哦，44公尺长。它这个它这个有没有？它可以变，它这个可以载很多宝贝哦。所以它要美国可能会预计考虑要用这架飞机，因为它有逆中的功能，而且它是超音速的轰炸机，很少在超音速的哈、哦，它是。超音速的轰炸机，美国很有可能会利用这架飞机来去炸南海哈。好，好，这个我们看一下。好，这个出云号了，就是所谓的轻航母哈。好，它在这个哈有没有？最主要它是这个是 F-35， 这个这是 F-35垂直起降。所以中国一直骂日本说：“哎呀，这个军国主义复辟哈，是骂日本说你们怎么可以造那个航母啊？”因为日本是不能造航母的哈，可是日本说不是啦，这个不是航母，这个是直升机的那个直升机驱逐舰啊，不是航母，是日本已经在试飞了，有没有？对吧？这个是 F-35。好，那辽宁号就不要比了啦哈，辽宁号那个就是靶机，这个就是 V2 轰炸机。现在这个可能是打中国本土的时候才用得到，打那个海岛用不到。那个这个有没有 V2 的？给他们看一下。这个也是隐形的逆中的轰炸机，它的逆中比，那个来了。终极武器，好了，因为我们的时间的关系，所以我讲最后一个终极武器了哈。我讲这个，这个没有时间了哈。这个都是台湾目前这些飞弹基地已经被美国接管了。好，这个叫做 X-37B 终极武器。X-37B 去年降下来，在太空绕了。两年多，第三架绕了两年多，那也就是说，中国可以，美国可以，因为它是这样发射，它是靠火箭推上去，然后在太空
两年，两年后时间到了，美国说可以回来了，他就用他本身的燃料从空中从太空直接降到美国的基地。那这个它的特别之处就是，这个算是美国的终极武器了哈，因为美国最担心的还是核弹核战争了哈。像这种那种二次大战的思维的战争哈，交给日本啊，交给台湾、菲律宾啊、越南这边这个区块和那个韩国、澳洲他们处理就好了。美国呢，他们弄到太空去。这架飞机哈。这架飞机哈，在太空两年，它的功能是什么？美国说啊，这个没有啦，因为中国想问那个美国人说，你们到底想干什么？美国人说没有啦，这个是要清除太空垃圾啦。太空垃圾，卫星算不算太空垃圾？啊，算了哈，看到美中国的卫星，这个啊，哇，那个机背这个地方哈，打开机械手背跑出来，收进来太空垃圾。俄罗斯的说起来，因为现在中国的导弹都要用 GPS， 就是那种卫星去瞄准哈。有了这些，他们一天到晚在太空绕飞行，机械手被拉出来带走，机械手被拉出来带，或者是他会在里面前面放那个激光炮，就是这个很糟糕，他就也就是让他们的导弹没有办法起飞，就。这是一个方法。第二个就是说，我看到你的导弹基地，因为中国跟那个俄罗斯纵深非常的深，对不对？好大一片。如果譬如说他的导弹基地给他放在新疆，你的 F-22 再怎么厉害也进不去里面了，太远了。所以他们就利用这个，他们只要放那个，也就是说他从太空丢那个飞弹炸弹，一公斤的炸弹相当于他要乘倍、乘十倍、乘百倍这样子，也就是说，他一颗那种锥体的东西哦，它里面放一公斤的炸弹就好了，瞄准，直接从高空自由落体，那个冲击力是比一般的炸弹还多好几百倍，所以他们用这种，他带上去很轻嘛，因为他可以载五吨的东西，哇，够多了，你看，所以他只要都带几颗，好放，他就掉下来了。开始从太空自由落体，像那个卫星一样去冲撞他的那个什么那个导弹基地。哇，那他只要这个导弹基地用五公斤了，不要十公斤了，好不好？不要太小气嘛，对，十公斤这样丢下来，只要打到那个附近，大概整个就瓦解掉了。所以你们还怕中国吗？别惊了，美国都已经替我们想好了，这个不用我们想，因为我们被占领有这个好处了，不用去想这个东西了。反正我们这边被抢了，你要想帮我们抢回来。因为日本天皇讲说，我当初放弃不是说你可以卖掉给别人呢？啊，他可以这样要求美国嘛，对不对？你这个占领者，你怎么可以说这个土地你就随便你去处分？不是？啊，我的台湾，我这个土地呢，你要还我啊，对不对？如果说美国没有，如果把美国把台湾随便给中国，或者随便，或者是消失了。天皇要跟奥巴马要啊，我没有说放，我没有我的主权还在啊，你已经违约了，你没有尽到你占领的责任，那所以我们中台湾民政府为什么可以用旧金山合约告赢美国，原因也在这里了哈，对不对？这样 OK 吧，放心吧。不是，这个南海金兰群岛在第六条，第二条的第六款，那边也一样 ，renounce， 一样的处置方式。也就是说，那个地方也是属于美国的占领区。美国的占领区，所以美国可以声称中国，日本不能声称那个台地方的那个，他不能主张，他可令了嘛，他我放弃这个主张权了，啊，由美国才有这个主张权了。
那个以后我们地位正常化的时候要跟美国谈，不是我们现在我们不宜谈，因为我们还没有地位，你跟人家谈什么？我们台湾地位要正常化之后，再慢慢跟美国谈，跟日本谈，因为土地不是说我一下子还你，不是这样的，他你一定有一个，因为里面牵扯到太多的利益，石油利益啊，什么利益啊，所以。到底我在守的，我难道不能有利益吗？那美国说这个是我的战争赔偿啊，里面的利益我美国当然有处分的权利啊，是这样。今天就报告完毕，谢谢。